却感受它 When your body searching， 直接划过身体，就这样探索未知领域，就让我掉进去，不用什么规矩。如果你是台风，那我是那风铃，这个窗帘晃动也显得不离，怕是许多放纵差点忘了呼吸，不用什么太多内容太过刺激，好多汗水湿了侧脸，腰部发力吵了隔壁邻居全都生气，看你写二十混的眼死都甘愿冒着风险。 Bounce with me baby， Turn off the light，方方警察，十颗原味水饺。那就是多练就好了。我真吸就长这样子。他看什么啊？The lowest input lag PC space。 哦 AMD， 它这个是什么？那个 CPU 是什么？AMD 5800X3D 干。我觉得我要换耶。这学到要涨超多吗？我的权益就没有涨。人生被打到的人，早安，早安，威尔。我要开个抖内条，我要换5800X3D。要换。Ayo， 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请别失去自己。就算是超人睡觉，也是要躺在床上。火影忍者是什么？我想去看《龙与地下城》，你们会想看吗？《龙与地下城》这部算是我今年最吸引我的电影了。第二章 ，Hello White Space， 那干嘛得来跟我讲 Tarkov 讲不完的外挂问题？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说呢？主要是因为前几天有一个外国的 YouTuber 上传了一个影片，直接震动了整个塔奥夫的社群，引起了很大的回响，而且基本上所有其他的塔奥夫大台，包括 Landmark Pastry 都有特别去看这个影片，而且分享了他们的想法。那这个震动整个塔奥夫社群，让官方没有办法无视的影片，就是这条影片叫做 The Wiggle That Killed Tarkov。那 Wiggle 就是我们在塔奥夫常常使用的 QE 左右晃动的动作，
有时候这个动作是来表示友好的意思。那我们很快的讲一下这个影片的重点吧。那这个 YouTuber Gold 为了测试到底桃符里面有多少的外挂，他自己安装了一个雷达的外挂程式，然后跑进战局里面尝试找出一些其他的外挂使用者。整个过程中呢，他没有使用外挂去杀其他的 PMC。那在一开始呢是不太顺利的，他不太能确定哪一个玩家是作弊的，所以他曾经想可能外挂不是那么多。后来他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 Wiggle 啦。他发现呢，当他使用雷达外挂的时候呢，隔着墙壁对着一些他怀疑是外挂的玩家呢 QE 晃动，理论上看不到他的玩家呢居然也用 QE 晃动来回应他，他是直接鸡皮疙瘩起来了。这一下呢，他好像发现一个新大陆一样，在墙壁里面用雷达对着不同的玩家去测试，居然发现基本上有 60% 的战局里面都会有人回应他的隔墙 QE。 这个意思就是你打10场的游戏里面会有6场会有外挂的使用者。够测试了100多场的战局，当然这个战局的数量可能不算很多，而他也没有完全公开他所有的统计数据，而这个非正式的统计呢是在外国的伺服器做的。那以我们一般亚洲玩家的理解呢，亚洲伺服器只会有更多的外挂，所以你遇上外挂的几率有可能比你想象中的更多。那他的影片的重点内容就是这样。那我先说一下桃符社群一般的反应，最后再说我自己的看法。大部分的玩家基本上都是十分的愤怒，首先是外挂的数量应该比他们想象中多吧，而这个愤怒的矛头呢，当然是指向 BSG 官方这一边，因为外挂的问题呢，不是第一天在讲了，已经讲了好几年了。官方总是在讲说有在处理，又说什么每个星期 ban 了几千个外挂的玩家，可是这个影片这个事实已经在眼前了，只能说作弊的玩家还是很多，而且如果事实上是真的 60% 这个数字的话，是绝对不能接受的。那 BSG 到底有没有在做事我不知道，不过肯定的是他们做的实在不够，而且也没什么效用。而这个也无可避免的让很多玩家都觉得 BSG 一直有在封锁账号嘛，然后这些作弊包头，为什么这么久没见？这玩家呢又买新的去开挂，BSG 自己就赚很多了，让人觉得官方可能根本没有那个心去让外挂完全的消失。而这个影片也反映了一个事情，就是作弊的玩家使用隔墙 QE 去相认，看来并不是第一天的事情了。因为在 Gold 的影片里面，有好几个外挂的玩家呢用 QE 相认之后呢，表现都十分的友好，他还遇上了一对使用外挂的小队，问他说有没有需要的东西等等。这个感觉就像是这些外挂的使用者有自己的一个社群，大家一起开挂就是自己人了，就一起打普通的玩家，就好像变成两个大的阵营一样。看过这个影片之后呢，也一定要面对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雷达外挂呢根本到处都是，没有自瞄的话，只靠玩家去检举的话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而且看来 Battle Eye 的防作弊的程式基本上是没用的，起码 Gold 他可以用外挂的账号升到15等以上。而在 Gold 的影片里面也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当他安装这个作弊的程式的时候呢，那个安装说明呢提醒他要先移除 Valorant，大概是因为 Valorant 的防作弊程式会侦测到桃符的外挂程式吧，真的蛮好笑的。人家的防作弊比你家的还管用，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Battle Eye 是在防什么东西了。而影片公开之后呢 ，Go 用来开挂的账号很快就被 BSG 封了，他的主账号倒是还在。我只能说这个影片引起了很大的回响，可能让很多人打消玩这个游戏的念头。但这个影片本身对桃符的发展是非常的重要，而桃符会不会就这样慢慢的死去？就要看官方的态度了，这个问题一直都在，只是现在我们把这个问题带到你的面前了，官方怎么去处理就是这个游戏生死的转捩点了。最后我也同意 Go 还有 Pastry 所呼吁的，大家不要模仿 Go 的做法再去进行这一种测试，然后又放个影片上去各大的平台，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这种影片一条就足够了。还有这种做法是公开说自己有开挂， BSG 是有可能封锁你的硬体的。那这次的影片就先讲到这里了，这个事情的后续呢我会给大家更新的。那希望 BSG 真的明白这个事情，高电池不要外挂，下次见拜拜。确实哦，确实，可是有些人就是拽，但就是你可以选择不要装，可以选择不要玩，对吧？那使用者自己决定，自己决定什么？
然后隐私伺服器防盗墙，你说让他自己点选之后，你要哪一个这样子哦？了解。记录设备资讯，就是装完防外观那个东西，就是该要怎么防呢？所需可能不行吧，利益上问题，知道吗？安先急，哎、欸，十颗水饺，再来一些锅贴，好爽。看 his wasn't 炸鱼精华，好啊。Have that sniper. I'm 啊，火炬还是要，但是数量会变少。Please. 那这样就好，还不错，对吧、啊？嗯Probably just throw. Hey! Ah, yeah. That's not nice. Ah, I wish I was reloading. Okay. This Watson 是真的超准的。Cyberman. I'm sorry I called you fat. It's okay. What's your real account name? Dakon Man. No. Dakon Man. Level 33. Haha. 你这兄弟，你真的有料哎！这代表。很好笑啊！
这亚瑟是就不知道就中了。3月8号，风染全新人质，不知道了，不会。新的一句要干嘛？看到忍不忍心上线吗？那队友在起飞卖他是怎样啊？他如果有队友，他就打赢了。到底是怎样？没有投票。那你刚刚，嗯。金牌不能要求太多，嗯？天吉，你知道这我就想到什么吗？真的吗？我是在打赛亚夫，我都被这些金牌给打烂。欸，猫头你还没讲，为什么这么久没看到你？我干了王宝，哎呀！做了一节，没有啊，我在开玩笑啊。因为我常常被白金锁烂。因为太臭了，忙着毕业找工作，找到工作了吗？ It's probably like Saints beat Papa Bat, so I'm just gonna rip it. 啊，我们想要跟蓝海物文比，是吧？可是这游戏偏偏就是单双排跟三排都是排在一起的，iPad 的人口应该也不少。但好像还是始终没有办法实现，就是可是 PUBG 他之前是有单排跟什么单双四嘛，然后真的不知道，真的没办法做。下礼拜期中考。现在在忙里偷闲，你还是要常来的跟大家聊天呐、啊，哇！真的很酷欸，超猛的。
当然容错率很低啊，因为刚刚那边是三个扑一个，他一定要撤离的。如果他打正常场，他锁烂一个一定要撤离。内麦系统你应该要做一下，说他内麦太烂了。早安月岛，我刚好滑到你有开直播了，上面有写你的出配性，你的出配性怎么如何？播的还顺利吗？那船厂有、哦，好，又转到其他地方了。I would be so mad if I was this guy。可舒佩现在去年七月啊？哈哈，真假的啊？我刚滑到哎、欸，啊，你怎样啊？我没有看时间，我想说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Where is the zone? I don't know. Oh, it's on us. No！ 啊，打中了 ，shit！ 没赢哦。Ah yes, the solo wraith who randomly sprinted at me。酷酷的演算法，天宇，晓得五六点喊 Good morning， 我昨天很早起来哦，昨天特别的早起，睡得特别好，所以上大分，今天干直接起来干跟死人一样。Simple。嗯，老师坏掉了。这样做行应该不行，十二点试试看。好，你看这个，这神奇的演算法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出现在这里？这是贼！哎，这游戏好眼好耳好眼熟哦！哎，这游戏很眼熟哎！嗨 ，almost。Sorry all。じゃ、次は誰？我玩过这游戏哎。First serve。じゃ、行くぞ。はい。は、は、や、はい。
这是电脑游戏吗？魔神皇够吗？加安安一离，一离 just subscribe， 好久感谢皮宝安安主播。最近如何啊？工作怎么样？那网球拍拍，对啊，他叫网球拍拍啊。老人味，老人臭豆出来，真假的？老人味。这边是怎样？
安小赵，安蛋蛋，一直台。你案子的笔电要上市了，真假的？所以现在是搞一段落。恭喜我。感觉怎么这样？大家看这个好了。我们看这个。Oh, it's a collection event too. Damn, they're trying to make. Oh, okay. I know what I have to do, but I don't know if I have the strength to do it. Don't do it. Do not do it. Walt, please, please, just hear me out, please. Why did you do it? You are done.Now, yeah, I'm thinking I'm back. You only have 15. Look at this dude. God, wait. 哎，谢谢俊汉。俊汉啦 ，just subscribe。感谢皮宝 TW Rapid 空跟 TW Rapid 空跟 TW Rapid 空跟。谢谢俊汉40个月。谢谢安安俊汉，晚上好。这个队友好像比你昨天的锦衣锦哥还猛。因为我现在改菜单嘛，是不会啊。在这两天感觉是越来越长。这我看过了，咪猫啊，喂，不会啊，我给你看这个。练无心其实这样没有说很烂我觉得算刚刚好。你看我昨天的素材。这个吧，也不是，但这都是我素材，但我完全没，这都是我存的。这个，像罗巴配合这版本 Meta 就是。就是塞满，对。啊，就是，我觉得不会啊，我觉得不会，还是很强啊。或者说打外挂，但是说这个很帅。我其实没有意料到我会插中他。我能拉，我这条神看着我。对不对？然后，等，不要急，然后其实还好，觉得刚刚好。OK， 我们继续看这个。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in this situation？Someone there? Man, I don't know if I should do this thing. I'm gonna do it. That's the defeat of this man. Trying to wriggle his way through, and he got back up as well. Oh, fabulous! Absolutely brilliant. The genius at work again.Are you fucking stupid or something? Steal. Take this! Attempt dos.
waiting, and then they all decide to fucking push me. Daddy's home. Thank you. Nice. What the fuck? 当时可以看瑞奇说话主题，不行。Are you serious right now? Not me. Oh, it crashed. Oh my god, it crashed again. Are you fuck? What the? Help me. Yo, bro, you can't park here. Seriously, you gotta skedaddle. You want me to call? Stay where you are! Stay where you are! It's okay. I'm always be here for you. Man, let me go to Tom. It's okay. Hello.I sold my wife for internet connection. 为什么都要这样断？I'm sorry. What? Why are you getting onto me, bro? Leave me alone. Yo, bro, what the fuck are you man doing? I say no more, bro. Thank you so much. You know what? I think we're gonna be friends. Special friends.Wait a minute. Get the fuck. I like it.The Rock. Huh? Come on, man. Stop playing with me. What else do you want? Shut the fuck. That's me? Wait a minute. Yeah, what's up? Were you funny as hell? Let's end this. I'm about to end this man's whole career. Don't respect the Bro, the hemlock is broken. 我记得我在16季之前，15季那时候还有汉洛在地板，我拿汉洛的次数比拿平行高。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汉洛那技能很好用。经常一起斩的。该玩手法就不会用了。阿千锦，你现在练手法练的怎么样？阿皮想问，这样灵敏度后觉得都打不太中人，调回去又感觉不太对了，突然觉得变得好烂，该怎么处理？你是降几降级啊？安娜修哥。只能到钻也很屌啦。
好，快毕业了，复工找到了，真假的？科长怎么在这里？哦，阿阳的朋友 ，DPI 是多少？ 1.8 加上 1.4 太多了啦。你降那么多，一次太多，所以那个上下太大了。但你说 1.8 降 1.6 可以，但是我觉得要做的事情是，不要玩这，不要就是不要，可能一两天先不要玩这游戏，然后沉淀一下。但是不是说完全不打这游戏，是。对，完全就是隔离这游戏，但是你要去，然后这个有的东西就是，譬如说，假设我这一两天我都打不到这游戏，但是你心里就是会觉得说，哎，既然休息一下的感觉，然后之后呢，你再去用你的新的设定，你就不会觉得有差了。反正这道理就是这样。他不是你朋友，是你爸爸。OK， 现在是偷懒环节吗？是刚刚吃饭啊。台湾的马桶应该是没啥吧。What the fuck？ 这超狠欸。这聆听暴力蟹超喜欢这个，你看过近战贴脸完全跟不到，对啊，要有差。麦拉伦不差这些钱。我在听珊瑚海吗？不。确实，他不差这些钱。
嗨，丽莎。对啊，你要适应一下，1.8降1.4真的很大的间距，你可以先从1.6，1.6打一个礼拜之后再降也是可以。就脑袋胀胀，然后头晕晕的。迅速交货，零库存，协助台商回流，然后你再。机器人机油好难喝。机油好难喝。这是谁？这是猫头。好，我给你看一个酷酷的。哪里啊？为什么没有？欧普宝的那个没有显示出来。再抖一次，就会出现在我的画面上。是你啊，博弈哦，博弈哦。他怎么会有机器人？1.0慢慢降，没有，他是1.8降1.4，所以他是0.4，他一直降0.，不是你，那是谁？一个礼拜降0.1，降0.1跟降0.，对吧？哇，有差，这个真的降太多了。I saw someone, and I don't think they're selling cookies. 我在对面啊，我用你的 fan 接拿去打猎牌，真假的？你是改 LC 对不对？我忘了，我可以用用看啊。而且我现在是双 C， 因为我发觉我好像这样子比较顺。对啊，怎么讲？但我觉得是我还不够强，一定是定位跟那个脑子的问题，你知道吗？就是不能见熟脑。无人机在哪？聊天室那个无人机在哪？啊！你在哪里？啊！哈哈！哈哈！哎，阿基，你可以私讯我，看看你的灵敏度啊。我来玩玩看，
聊天室只有机器人，对啊，在我的聊天室就只剩机器人的居多啦，居多。今天有才有讲到、哦，阿奇说我观众都老了。他爸都用经典，我到哎、欸，我习惯不了经典哎、欸。而且千玺，我有买增高帽，觉得增高帽差超多。这个，哎、欸，上次有给你看过吗？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超扯的。然后我现在执法是这样，因为插发可能不用洗。我现在执法是这样哦。以为遥感增高啊？你也是哇？上次怎么增高？哦哟！说，你说从那个这样子看起来比较高，是不是？该介绍富婆了，乱讲，乱讲，猫头就是富婆，不用介绍，给我了，好啊。那你觉得你看下来，我现在的手把会有最大的问题点是什么？只要改善这个，就会很强的。啊，定位哦，真的，我也觉得这是真的定。好，我改一下。手把，你觉得 CK 还蛮玩的不像手把，因为就是定位，定位就是，我觉得是手把差距就是在于就是定位。这是 LC OK。电信高低好，很低哦。线性五，再再再关关关，好，还有谁？嗨，哦，不对，你不是 LC， 你是那个开镜领度，3.6，那怎么开？哦，这是 LC， 哦哦。致敬台这个，我养的猫头鹰会汪汪叫 ，just subscribed， 感谢皮宝。他是一个男生上的，好啊，那你可以一个月赞助阿皮一个便当钱吗？太爽！喂，哎，哎，算了，用拉的。哦，百事业可不可以把这个东西修好啊？这好像在调什么武功秘籍，你知道吗？我试试看。一样的手把升奖很强啊，都很强啊！谢谢马丁，我跟你说，现在从今天开始，我要叫你马丁森爸爸，还叫你马丁爸爸。谢谢你的升定，谢谢。然后嘞，这外面呢？这我要开着还是直接这样关掉？关掉。
喂。现在只有一倍。那一下面那个也要关。哦。一个月就零了，什么东西？一个月就零。要么吧，是甜蜜期。是，到底在吵什么？哦，有一种没有这么快的感觉，哎，但是上下好像不太一样，左右比较重，上下比较轻。好，玉米口恩 just subscribe， 感谢皮宝。OK， 好像是不太一样。OK， 有点，不过好像对有剑的人都很凶哎、欸，是，当然没有。好像有一点欸，好像有欸，上下要习惯欸，真的上下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上下对了，左右自然跟刀。迷月兔 just subscribe， 感谢皮宝。啊，好啦，谢谢猫头，这么久不见，回忆还是很逗的。嘟嘟，好，谢谢回忆。好像有点慢，你说什么很慢？其实我体感还蛮好的、欸，我刚刚跟到的那个感觉。行，可以。